我们拿着牙刷去哪儿呢？去阁楼吗？我的天，他这么进来的啊！看见，去你的！来三连问，大家好，我胡儿大，咱们今天玩的游戏呢叫做《粗糙的女巫》。这个游戏讲的是我们要扮演一个小女孩，她去了女巫的家中啊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，应该是要从这个女巫的手中逃跑啊。这也是我们观众推荐的游戏。那么在视频开始前，拜托大家点个赞，我们频道尽量会每天找到有趣的游戏给大家进行更新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在一个小镇，有一个被遗弃的房子。据说那里有个恶魔女巫，有个小女孩进了这个房子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哎，我就是扮演这个小女孩啊，我怎么一开始就在笼子里啊？说明我已经被这个女巫给抓了，是不是？手里拿了一块老鼠的尸体，然后呢？啊，得了钥匙了，从这逃出去。我们这个游戏还有躲藏系统啊，可以躲在物品的后面。从哪儿走啊？一个音乐盒，上面有个小钥匙洞，是不是要把巫婆吸引到这屋子里呢？哦，可以往下走，我们在阁楼。哦，已经看到老巫婆了。啊，哦，完了，被发现了，怎么办？鸡，兄弟们，鸡！我换游戏标题了。他在哪儿？往左边走，他好像在右边。厕所，把门关上。得到了牙刷，我刷一下马桶。呵呵，先躲这儿，我感觉他要进来呢。他好像在楼上，听见脚步声。他是不是上阁楼了？我靠，这锁了。他来了。不是，你屁股后面长眼睛了，你怎么看到我的？我寻思我背着他可以走过去的，看来不行，得等他彻底离开这个区域才可以。还是我刚才离他太近了。把门关上，以防万一还在这蹲着吧。我们拿着牙刷去哪儿呢？去阁楼吗？我的天，他这么进来的，这都不开门，他是个液体。我想想，我们先上阁楼吧，毕竟阁楼安全一点啊。拿牙刷给这音乐盒，不对不对。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 你怎么会上楼？我真是服了，我以为他不会上楼的。有一个液体给他封住了这个抽屉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用牙刷。哦，还真是。得到个发卡，试一下，还真是这儿。这门锁被我破坏了。上面能走吗？上面走不了，这开不了啊！我把发卡扔了。不对，这声不对，这声不对。躲这，躲这。呜、哦！差点就被抓了。他走了。哦，这可以下去了。嗯，鼻涕虫有着人类的眼睛。先往左边走。啊，这股盐吗？这是胡椒面。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昆虫内脏，在这里烤了，这个微波炉。盐是不是给那个鼻涕虫用啊？然后他就死了。但他应该会给我掉什么道具之类。我们现在在厨房，这门开不了。上面有时间，5:15。躲我的小脚，倒腾的真是快啊！这全都是女巫他们家的这个照片啊，女巫家族。右边还有路，篝火，这个火是冷的，邪恶的火是吧？这是客厅，看电视。哎呦，我是不该开这电视。我能听到他急促的步伐。在那靠近我，他关了电视，他寻思谁开的？没事，等他出去了，我反而安全了，可以好好在这边探索了。得到了一本书，
这本书能干嘛呢？哦，能当垫脚的，对不对？我把这本书拿到厨房去。这也拿不了啊！等一下，什么情况？我要把这书扔在哪个地方？哦，这啊、哦，在这儿垫脚。走道里严，说这个窗户啊被封得很严实，光进不来。快上来，撒烟。No， 比定层，再见。啊！又被发现了。从这个凳上就可以跳上去啊！快快撒，扔，捡，一气呵成，蹲，等，等他来，他下来我就上去。这个小钥匙应该是用在那个音乐盒上的。他去电视房了，可以走，可以走。快快快快快快！然后我们是不是就通关了呢？还是说后面还有很多呢？那这个游戏应该记得是个短片游戏来着。fuck fuck， 怎么在响歌啊？这钥匙是哪个门的钥匙也不知道。上去了，那我就走。是这儿的吗？是这儿的，又一把钥匙。什么钥匙模拟器？还有打火机在这儿。说错了，什么钥匙模拟器？是开门模拟器。他们怎么来这屋的？像闻着我的味儿来的似的。什么狗鼻子？他走了。哦，这就是那巫婆的卧室。不是，这有打火机，我得拿呀。有火哎，接下来怎么玩啊？我只能带一样东西，我要把这两个东西都送到楼下吗？为什么我就只能拿一个东西啊？我这不穿衣服了吗？俩兜没有吗？一个兜放两个东西怎么了？真的很无语啊。他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我们先去右边吧，把打火机扔这儿。我们刚才上面不是拿了个钥匙吗？应该是开右边这个门的。这个钥匙也要拿着，拿钥匙过来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屋的钥匙啊，试试。坏了，不是这个钥匙，啊，厨房左边还有个门来着，我们去那儿看看。这儿，这是地下室。坏了，他来了，我感觉我要死了，兄弟们。我觉得应该是拿着打火机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它那个光亮应该能照到一个什么隐藏出口什么之类的。他好像没有进来，他没进来，没了，我的小命保住了。打火机呢？哦，底下是黑的，他不敢走，只能拿打火机才能走。听到有人在哭，斧子，斧子拿不了吗？我想拿着斧子，我要给那女巫劈了。Oh no！ 说这些书上面有外星语，现在给他惹怒了，怎么往哪跑啊？好气啊！他让我右边走，真的吗？你骗我！
好刺激！哎，我死了！等一下，我没有存档，我现在更崩溃了。这游戏没有存档，要重新来。天儿确实也被他吓到了。哎呀，怎么又重新来了？放过我好吗？我看你丫的！快跑！这次不会给他追上我的机会了。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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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！我去你的！哇哟！哦，原来我们这小女孩是金发呀，逃出去了，回到家里了。话这女巫是外星人啊，她刚才说有本书上面是外星语来着。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这女巫跟过来了。你以为你逃出来了，但好像并没有。Shit， 游戏结束，很有意思啊，就是最后我们好像也没逃出去吧，没有从这个老巫婆的手里。那老巫婆呢，你说她是外星人也好，你说她是怪物也好，画风也不错，然后整个压迫感做的也很好。之前观众就推荐我来玩这个嘛，真不错。好，那么大家对这个游戏怎么想说，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。我胡大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